这个轮子就有带灯光，带了这两个，这，那这个四个轮子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就跟有一个是这一个，这一个是装在，又有一个梅花啊，对，梅花又是装在马达的那边，装在马达那边，它这里有两个马达，一个真的，一个假的，又装在那个，又装在那个真的那个马达那边。这个，这一个放遥控器，一个放电瓶。给你看一下，都是一个真的，它这里有一个白色的，这一个就是真的。就是那个带梅花的又装在这一，那个轮子又装在这一边，带梅花的轮子又装在这一边，白色的东西的、对对，然后这一个就是假的，这个没有白的，就有装那其他那三个，所以其他三个轮子都没有那个白色的吗？没有没有，只有那一个有。也是一样，又这样子朝这个圆的朝里面，然后这样子保护套先拿掉。对，然后哎，这个又放那个东西吗？那个垫片？这个没有，这个不用。这样按下去，有听到扣卫生就可以。保护套拿掉。外面拔不出来就紧了。带梅花的那轮子，这个有个白色的，对，所以又白色的就要装这个带梅花的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往外面拔不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还要再装什么？装那个袋子。它这里有两包，这一个，这一包里面有四个东西。这两个电镀四个扣位就有朝着里面，它这里有两个扣位，里面一圈有四个扣位，就是这一个内盖，这个内盖朝着里面的四个扣位装进去。这里有个镜头，这电镀上有个镜头，朝着这一个镜头装进去。我看不到镜头在这里。不是，这里看不到。这个在这里。就这样了。看到了，然后这个镜头朝着这个镜头，这个镜头对着它，对对，两个镜头对对对着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扣位，这样子按进去，镜头朝里面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安上这个透明镜，这个透明镜就四个扣位就朝着这里四个扣位，这样子安进去，这透明镜就没有镜头。朝着它几个扣位这样子按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就可以。它这个就只有这个区别。就这个带灯光。后轮就是两个对吧？后轮一样，四个轮子都四个轮子都一样。插上电瓶，然后就随便放是吗？不是，它这里有刚好可以放的定型的，对。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定时压球，这包里面的定时压球，把这个这样子安上去，然后锁上那两个螺丝，然后再那个定坐定，那个扁扁的坐定，对，然后再安上这一个，这些线都往里面。往里面放。这还有多余的线吗？没有，没多余的。这个是有把压线，这个是
是有把牙箱，这个是主牙箱，然后这个是假的，这个就这样，这样就有把这样。这个可以做双马达吗？双马达没有，目前没做双马达。锁上去，两个螺丝锁上去就可以了。嗯，然后就再带上这个座椅。嗯，你们所有的座椅都是扣上去的。对，所有座椅都是扣位的。这样，这个挡风架，然后就还有这个镜头棒，这些都是扣位，按照它扣位扣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方向盘就跟刚才一样，刚才一样那个。嗯。然后刚刚这个再装一下，这个。这个把那灯关上。啊，没事。它这里有这个有一个镜头，嗯，然后再插到轮子，每一个轮子这里有一个镜头，嗯，镜头朝着镜头这样子对上去，嗯，然后再往里面按就可以了，几个扣位都按一下就可以，嗯，有声音响，对，有声音响。然后再按上这个透明键，这个透明键就是外面这些扣位，嗯，朝着它的扣位装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嗯，然后拿出来，取出来怎么取？取出来，螺丝刀来取。取出来，这个是刀嘛？刀当锅，你和刀挖当锅，这把刀。取轮子又取出来，就把这一个透明键，这个如果这个透明键按进去，嗯。放进去又取轮子，是把那螺丝包往那里面的扣位挤下去，嗯，然后再往外这样挤下，按进去，然后再往外面拔才能取出轮子。对，它这一个洞就是起到这个组装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组装的时候可以取下轮子，嗯，这样子把它往里面按，然后往外面拔，这样才可以取轮子。拿出来就比较平口的哦，拿出来这里螺丝刀撬是吗？对、啊，是要撬掉嘛。里面这个也得撬。有。我没按很紧就撬出来，比较容易。嗯。